你看看这个小龙啊，这小龙阿姨，看抖音了，看抖音了。哎，这玩意儿能搁多长时间呢？王老爷现在不是天都没事，冷冻能冻2个月。冷冻行吗？冷冻行啊。啊，他那看抖音。啊哈。哎，刘的圈上有。刘的阿姨，哎，这玩意儿不就有保质期的吗？这有保质期啊，冷冻没事儿。冷冻没事儿。对。哎呦，你这有套吗？有套吗？这最新的，你放心，我这多长时间没出了。龙家，龙家，给我溜一圈啊！行，溜一圈，方便吗？请问一下啊，溜一圈过来阿姨啊！哎，慢走。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我是10年的生活。朋友们呢，也可以交小龙啊。咱要出来卖货了啊！昨天从工厂要了200斤饼，工厂给咱出214啊。 260，160次斤饼，能把这些干完，咱就行了啊。厢房、过炉厂啊，过炉头道街，咱在这照着照着啊，朋友们。咱的小摊儿啊，这一袋子是50，两袋100，车里面还有一个这样规格的，车里面还有50，咱把这些卖完，朋友们，咱就大获全胜了啊。现在是5点半，还没开始上人呢。 干啥的你？要周这玩意儿。来来，我帮你拿。哎呀，你干啥去？谢谢。来来来，不用，我跟前凑合完，咱俩把那个。接理一下。对，我就这意思。哎呀，这不行，把原来讲的小点心。好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太浅了，别着急了。 这女人再厉害也不中。200块钱。来，吃春饼的来，吃春饼，吃春饼，龙家春饼20几块钱了来。吃春饼，吃春饼的来。刚开张，刚开张，上人了，朋友们啊，看这客流量是不是挺够用啊？自转卖货呢。 礼拜五，礼拜五，又来直销来了啊！等会儿回来。好的，大哥，好嘞。2袋10块钱，2袋10块钱，大叔。好的，大哥，等等啊，慢走，大叔啊。你不来，他们也不来。没有卖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市场没有卖的吧？没有，想吃都买不着。行，这回我来啊。 好了，慢点，大哥啊！哎，啊，明白啥意思？抬手套，哎，上次买过。 来，那吃春饼，春饼的来，龙家春饼，龙家春饼的来，一袋6块钱，20块，20斤啊，20斤一块钱。慢点，大叔。来，春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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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大叔，回家来。 10块的，10块钱，来春饼，来2斤10块钱，2斤10块钱的来，这饺子多少钱？多少斤？5块钱呢？便宜，回家实用。这几袋，一袋10张，2袋10张，2袋6块钱，那10块。来来，吃春饼，吃春饼，吃春饼的来。这5块钱拿去，过来拿，那10块对。 来几个大姐，这2个10块，这啥呀？
来龙虾成饼二十几块钱，二十几块钱的来成饼，二十几块钱，二十几块钱的来。来来吃抻面，吃抻面，吃抻面的来。来来两个抻面，抻面，二斤十块。我原来老买你的，老买说好不好吃，阿姨，好吃就行。来，六十的来，抓紧点，来最后两分钟了，来就这一包了，来来给我找找找来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上线来了，二斤十块钱了，来。什么呀？春饼，就这一包，两包给十块，还有二四六，还有八袋，你不能拿的，你拿赶紧拿走，没有了拿。两袋十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。师傅来，两包十块，二斤十块钱，马上就收摊。一袋十张，两个二十张，两袋十块钱。前面现在是没有了，回家卷点菜，卷点肉。会喝酒整二两小酒，那对不对呀？面食它养胃。太多了，来了走吧。没有了，就这点了，来最后六袋，有没有吃的了？来。508的现金，咱自己是拿出来100，我今天从兜里面就揣108块钱出去的，108块钱找零，这是400，我再看微信收多少钱啊，朋友们，反正总共是卖了，微信收了135啊，微信收135，卖了112斤饼，车里面还有两袋子没打开的，两袋子是100斤，咱总共是要了114斤饼，然后有个兄弟来看我。给我买4个蛋堡，2杯豆浆。给我正常是那什么，他以为韩老板去呢。我跟韩老板不总在一起吗？他把韩老板也给买一份。然后韩老板还没去。加了蛋堡，肉身厚，4块钱一个。然后我兄弟拿两袋春饼，这么些咱车里面正好剩100。哎。还真不错啊，朋友们，没白付出。在这个市场，断断续续卖了2年春饼，我今天怎么说呢？非常开心啊！还有很多很多客记得咱，不像就是每次卖的那么忙，就是呼上了一波人就卖几十斤，都是两袋两袋这样去卖，但也全是回头客啊。咱说就是不回家吃饭了啊，还是蛋堡就把我搂饱了。哎，这个到时候吃，吃不下了，吃进去了。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回头客。明天再去一天。哎，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